这本书就是我在整个运动生涯过程中、所体悟到的、经历到的，就像我在举重的时候一样，我用我的协调跟柔软度来去对抗刚硬的杠铃，就像在人生旅途上很多的挫折跟困难都有它的意义存在，不要犹豫也不要害怕，然后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阅读这本书。在妈妈跟外婆的身上，我看到的是那种女性的力量，也就是很坚韧但是又柔软。对，知道他们在过去的一些经历的时候，你会知道他们的辛苦，然后当然因为他们的辛苦，我觉得会让我在挑战很多的目标的时候都能够坚持下去。